我是瑞瑞国，今天是2006年12月17号，男子战，10:47拍摄的3.18次，刚好抖六的 ENU500型，区域间哈，要明亮线看抖六，那 ENU500型我叫他选呢，不知道是不是无解花样，要变准点了。这才怪怪的。3.18次在路上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因为这边绿灯，然后又闪双红灯，差不多有3.18。啊，反正3.18就像是无碍行圈了。3.18次，那又白行圈了，又有绿灯了。来，3.18次，3.18次，进入平东线，看我抖了的，因为白行圈的，我就知道，只希望是无接话，只希望了。光光，环岛之星。交汇来了，1203，已经无接话，无接话全程，因为527全程，手拍耶，无接话区间差。3.18次无接话区间车，527，哇，无接话区间车，耶，无接话区间车，3.18次的无接话区间车。因为527，因为百姓无接话区间车，哎呀，地板换了，那换成无接话，哇，今天首次搭因为百姓的无接话区间车，超开心的，今天能够搭到无接话区间车。开心的，无接话耶，无接话怎么不一样？气氛完全不同。而且影片太长了。新车门紧邻，谢谢各位无接话确认车，这边是男子站。